大家呀、差不多阮这年岁拢知影，迄阵时刻，伊，这条歌同名就是这个伊的这个长音呐，吼。啊，迄阵的歌，迄个播电影吼，我逐工啊安尼上课上到十二点，我都一定爱登门道看的哦，看这播电影，我相信在座遮侪人拢有迄个足好的迄个回忆吼，甲记忆。好，过来，咱中正社区大厦要为咱演奏的是《藏世歌》。这条歌是用咱的江湖调来演奏的吼，啊，大家应该知吧？藏世歌应该知吼，安尼咱大家都爱同齐来唱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咱顶段跑步时阵吼，咱就个教练嘛，好不好？安尼卖讲干呐看阮表演啦，大家来这都是来同齐来表演嘛，会使不？会使哈，好来，开始。
咱用着这个乡村的民谣，就是所谓的台东调来谱出来这个青蚵仔素。啊，青蚵仔素呢是由咱迄个郭大雄先生来填词的哈。好，来同款哦，大家，然后搁一份资料，同齐来唱。巴郎的阿君啊，好，开始啊！这